Hello， 有不少人都有着自己喜欢的爱豆吧？当然，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爱豆们的笑容杀有啥不一样的吧。首先就是王俊凯了，他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少年，而且很有才华。虽然年龄比较的小，但是由于出道很早的原因，已经比同龄人成熟了太多，让人更是心疼。他的笑容是比较调皮的，对着镜头眨着一张眼睛，比着爱心，仿佛在放电一样，让人拒绝不了的。还有就是肖战了，他的笑容也是很出名的，非常的治愈人心，而且粉丝还送给了他一个重庆古王的称号，因为笑容非常的感染人，让人沦陷，想要多看上几眼。而他的五官也是比较精致的，虽然是半路出道，但是演技却十分的精湛好评。途中呢就是易烊千玺了，他现在还是一名学生，但是已经获得了很多的成就，不仅仅是唱歌跳舞，还会演戏，有着不少的粉丝。小时候的他并没有那么的惊艳，但是如今却逆袭了。他的笑容是非常的青春的，脸颊上有着酒窝，吐着小舌头，很是快乐。最后就是王一博了，他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高冷的，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很有气场，但是在拍摄《陈情令》的时候却和肖战的关系是非常好的，所以会经常的逗着玩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模样多了几分邪魅，似乎是想着什么坏主意一样，画风大变呢。